晒啦，今日咧就要努力一啲啦，因为之前嗰三场全部都系买阿米赢嘅。谢美奥尼尔引到夹击，哎呀，喺弱边走啊！佢其实咧就都算系达到好多人嘅期望，因为卢比士啦入嚟嘅时候咧，大家都知道咧呢个球员咧系一个几有潜质嘅球员嚟。有冇搞？